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错误处理和日志。错误处理在我们程序设计和软件构建的过程中其实非常重要的，它直接关系到软件系统的正确性、可靠性和健壮性。如果说一个程序的错误处理做得不好，那么这个系统会非常的脆弱。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软件灾难这个关键词，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软件事故都是由于错误处理做得不好而造成的，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系统中，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。在我们的软件系统中其实有相当篇幅的代码是进行错误处理，如果程序一直按照正确的逻辑或者流程运行的话，那这个设计就相对简单一些，因为错误的情况或者异常的情况是很多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相当比例的代码来处理这些错误和异常。良好的错误处理能够提高软件的质量，体现设计者的能力。我们管理学上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可以通过洗手间来看出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，那么在我们的软件系统中也可以通过错误处理来窥探软件的质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错误处理的常用的例子 get last error。 这个函数是返回我们调用 API 的最近的一次错误代码值，或者说错误消息。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错误处理方式，但是大家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这个函数它一般来说不是线程安全的，因为它会使用到全局变量，通常把我们的错误代码放到一个全局变量里边，所以在多线程程序中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monkey 的错误处理。我们主要看 HTTP 模块的错误处理。当程序出现错误的时候，比如这个地方打开文件失败了，那么就会进入到错误处理的代码。我们可以看到调用这个函数，这个地方定义了很多红，这个红实际上就是 HTTP 协议里边定义的一些错误类型码啊。对 HTTP 协议比较熟的话，一看就很明白，比如说常见的200 OK 403啊404，这些都是经常遇到的错误码。我们调用 request error 这个函数进入里边以后啊，会根据不同的错误编码呢来拼成一个返回消息。返回消息是在这个函数里边进行处理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 string build 函数。啊，看实际上就是拼成一个 HTML 报文的错误消息返回一个页面。这个地方我列举了一种我比较推荐的错误处理方式。首先，错误，我们对错误码进行分段，比如说0代表正确的返回，以1开头的错误码呢表示是系统级的错误，以2开头的错误码表示网络级的错误，以3开头的表示数据库类的错误，以4开头的表示参数类的错误，以5开头的表示业务类的错误。就说把错误码进行分段，然后定义一个错误的结构体，里边包含错误码和错误消息，再定义两个函数来设置和取得错误消息、错误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论。第一个观点呢，就是凡是有可能出错的地方，在适当的条件下都会出错，就说我们不能假设它不会出错，那么保证它不出错的方法，就是要我们在编码或者设计的时候，在逻辑上要有一定的严密性，这样才是保证不出错或者说错误能够正确处理的根本方法。第二呢，
我们是无法预见所有的错误或者异常的，但是我们在设计程序或者说软件系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圈定一个正确的范围。那么正确范围以外的东西，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异常或者错误。程序能够识别和处理这些正常范围以外的东西，那么所有的异常或者说错误呢，都有分支或者流程去处理。最后呢，错误处理一定要集中和统一，不能就说想到什么地方写到什么地方，到处都是一些分散的错误处理，这样都是一种不好的这种编码方式。这个地方我列举出了我们在软件开发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错误，当然这个是 C 语言的哈。我们来首先看来第一类错误，代码写法有问题。比如说 if else 后面呢不跟 else， 那么这种呢就是分支流程无法包含所有的情况。第二类呢就是 case 语句后面没有 default，这个和第一类是相似的，列举出的条件以外的那些值就不能正确的处理。第三类常见错误就是 while 或者 for 这种循环没有退出条件，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死循环。这种代码写法错误在我们的初学者中是比较常见的。第二类错误是内存错误，内存错误最常见的就是缓冲区溢出。第二类未初始化，这也是非常常见的错误。有时候在我们软件系统中查错误，查了很久，最后发现才是一个变量初始化，没有初始化或者初始化的不正确，这些都是非常低级的一些错误。第三呢，就是空指针、野指针，这个是 C 语言里边特有的。那么 C 语言开发长了以后呢，对指针就特别敏感。指针在使用以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分配的空间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未释放造成内存的泄露，那种动态分配的指针使用完以后就不释放，那么这个就会造成系统一个慢性病，短时间之内看不出什么效果，那么到达一定的临界点以后有可能就是系统直接崩溃。第三类错误，数据库错误。数据库错误常见的错误有这些，比如说连接游标未释放，这也是会造成系统资源的泄露。事务不正确的提交，或者说增删改查提交事务的时候没有判断返回码。第三种情况呢，是这种我们以为会修改数据修改成功的，实际上有时候呢提交事务的时候是会出错的。我们以为它修改成功了，实际上是没有修改成功的。第四行我们看一下，查询单行式返回多行记录，这种在嵌入式 C 口的这种编程语言里边比较常见，就是查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想得到 一行的结果，它返回多行，那么这种直接就会报错了，条件限定的不严格。第五类呢，表结构的变更错误，就是数据库表结构的变更，程序里边没有同步的更新，就会造成程序里边和表结构里边数据结构不一致，那么就会造成内存的错位啊，缓冲区溢出这一类的错误。好，第四大类错误，网络错误。网络类的我们看一下，连接未释放，使用完以后不释放，超时处理的不正确，异步通信处理的不正确。第五类，数据类型错误，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。比如说不正确的转换，这种大转小的这种就会造成数据被切割，转出来结果有时候可能是错的。比如说浮点数精度的偏差，这个也是经常遇到的一种错误，前段时间我们就遇到过，最后算出来这个明细和汇总不等，最后差一分钱，这种直觉感觉就是应该是精度出现了偏差。还有比如说 printf sprintf fprintf 这一类的要指定数据类型，这种指定的数据类型和实际的数据类型不一致，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程序一般就会崩掉。
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列举的这些错误哈，都是一些很简单或者说很常见的错误，没有一些很高深的错误。但是呢，又是极容易犯的一些错误，特别是一些新手程序员中，当然不是说这种老程序员就不犯这种错误，其实老程序员也经常犯这一类的错误。错误处理在我们的软件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但是我们网上啊，或者说书籍里边讨论错误处理这一部分的文章呢，其实是比较少的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根据自己平时开发的一些感悟，总结的这么一些东西，供大家参考。好，第二大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日志。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把日志拿出来单独跟大家讲呢，其实日志的话也是体现我们项目和程序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我们如果仅仅在自己平时编码的时候，可以不用考虑日志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就可以了啊，只要自己看得明白。但是如果在一个重要的软件系统中，日志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。我们看一下日志有哪些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就是记录系统的运行状态。第二个作用，帮助查找和排除错误。第三呢，事后追踪和责任的归属。我们平时看到有这种空难的报道的时候啊，最后总有一句话就是这个飞机的黑匣子是否找到。黑匣子其实就是这个飞机的日志，它是用来事后进行追踪和责任归属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重要的软件系统日志考虑的有哪些因素。第一，哪些地方应该写日志啊？应该写哪些内容？实际上，这个就是一个日志分级的问题。第二呢，日志要保留多久？啊，这个有些行业有相关的规范，在某些行业里被规定了你的日志必须保留多久。第三，日志如何归档、备份和保存？最后呢，我们建议在记录日志的时候使用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库，因为这些库呢功能比较齐全，而且 bug 也比较少。